嗨，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你是在什么部门工作的？我是在 KEG PDE 的 KEG， PDE 就是全球设备工程师 ，site 的设备都要变成一致性，就是 hardware software 都要把它 alignment 成就是同个 level 这样子。所以就像就是管理设备，对，就是把它。还有一些就是机台上的研发，或是跟供应商合作的，就是机台开发，都是。那你在美光待多久？我待1年又11个月，一年又一个月。那你会进产线吗？我已经半年没有进去了，其实。那所以是因为现在疫情关系，所以会 work from home。那你们也是？对，因为其实是 global team， 所以就没有那么要求一定要在 site 里面工作。对，那我们是产线单位，我们就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可是还是可以分流，就是是没错，可是马上没有那么多人力可以真的就是这样分 A 跟 B 这样子，因为现在都分两组嘛，蛮麻烦。就 A 就是 A 就是没办法再分析，我觉得这样很麻烦。我现在有时候都还是会跨进去做事情，就是戴那个护目镜。那你就要去帮 A team 做事。对啊，然后就是戴护目镜啊，没有办法，没有多余的人力啊。没有很难一点，这样他太大只，我们要后面一点。那我们访问另外一位同事。嗨，你好，我是，我要自我介绍。不用，你又说你在什么站点？我在封装的检测站工作。Post A， 那是在做什么？就是对那个封装产线的产品做外观的检测跟一些量测这样。算测试。可是它是包在设备里面吗？它你就是封装后的外观检测，对。那你在这里待多久？我转移到这个部门现在大概2年。但听说他之前是印制直球站的人，然后再转过来，为什么？觉得不好吗？ 我本人是印制直球站，然后转到检测站。那为什么？因为印制直球站，因为那个时候检测站缺人，所以人都是从印制直球站拉过去的。对，就是有些人，真的啊，对，对，真的是这样，真的啦，是哦、喔啊，我以为是因为你自己不喜欢，没有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以为是因为你不喜欢老板，所以没有啊，那个时候就有一小部分的工程师被抓去支援当时的制程、所以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力，所以抓过去，对啊，没有想要对外，因为回去就是挂设备工程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挂制程工程师，职称不一样，对，所以还是有差，因为薪水不一样，在美光是看职等，所以其实挂职等一样就都一样，职称不重要，重点是职等，对，谢谢你，我们谢谢维尼，好的，那个美光的，还装纸张，袜子啊，有有，我把它关起来，大哥，你要不要救命？快点，你要不要认真认真回答？她是我妹妹，你要不要？他是我妹妹。你要不要认真回答？我是想知道你的工作内容。OK， 那我的工作内容不写机台啊，内部的零件，比如说 relay 比如说电控的，比如说pump，比如说针对一些模具啊、真空的东西啊，做一个购买啊，做一个管理的动作。那然后模具管理，然后一些那个 case 的改善啊 ，case 改善 ，CIP 改善。没有，那个不是 case， 那叫异常的改善。OK。啊，我有一个 case 玩了快2年了，还到现在还没完成。什么 case？ 那个2年。对啊，那个每个礼拜都被追的那个东西。黏膜。黏膜分析。不要再讲了啊！讲到我要晕倒了啊！然后我们有一个黑色的树脂叫做扛棒呢，会压到那个叫什么？基板。它会把那个线啊和那个带它那个叫我们带那个叫什么晶片我们会把它那个封装起来，这个制程基本上已经快完成了就是封装完之后呢，我们会有做一个就是打印打印。没有，你不要讲到别人站点的。我们自己站点就好。OK。我们自己站点就好。那個、你讲话很靠北。管理，我的管理管蛮远的那个异常一些针对异常的 case 磨压异常，老板也会针对也会有上给我去做一些troubleshooting 然后呢，就是有点像工程师的事，但是我们只是助理工程师而已。是。那你在里面待多久？
我两年六个月。我们再重新问一次，因为他刚刚有点。他可以定着、啊。那我们再问一次，他是在什么站？什么站点？我是那个 Modding 磨牙站。那请问你在磨牙站都在做什么？我主要的話你自己的个人工作内容？工作内容吗？主要是做那个 Pass 的管理。因为他主要是坐在办公室，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助理工程师都是在产线里面，所以你在办公室做什么，然后在产线做什么？讲一下。在产线做什么？我原本都在产线嘛，超机嘛、啊，然后保养。然后做一些简单的 trouble shooting 这样子。那目前的话都是在办公室。那在办公室都在。办公室的话，基本上就是做一些parts 的管理嘛，就像我刚刚讲的。然后还有一些脱磷的一些管理，比如说模具，去做一个管理啊，一些系统面的一些管理，然后操作。那还有写很多报告。报告对啊，基本上一些改善。然后一些机台的一些改善案都要做报告这样。对，他最近他之前有一个报告有得奖，那时候得多少钱？你那时候是第一名对不对？好像是第一名吗？第二名吧。第二名多少？六千？没有啦，好像三千吧。三千就是公司内部很多一些关于技术性的活动，然后可以比赛，然后他就得奖了。怎么猴子在叫？那你之前也是在磨牙站啊？你之前在别的公司的时候，我还是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做到现在，为什么不想换？啊，因为没有人要我啊。哦，没有人要。那美光福利好吗？你觉得？美光福利，因为你没有比较哎、欸，因为像大家很多人都是，这可能是后面二三四五份，他这是第一份，那不会想去别的地方看看。嗯，当然会啊，但是如果薪水不够高的话，那当然这不会是一个首要的考虑的。那中间有没有去偷偷面试？那个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对，然后顺便帮我上一个人也打一下马赛克。好的。对，他我们都不想出名。好的。对。那我会放在这边。真的。谢谢。那我们来访问另外一位同事，他是在什么站点？印制直球站，对。那在干嘛的？印制站主要在做磨压后的打印，那他会把一些我们要在磨压面打印的内容把它打印上去，例如说可能是打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一些标示或是一些 logo， 对。那在印制完之后，我们会到直球站。那直球站的目的的话，主要是要把席球直球，然后直在我们的基板背面。那直在基板背面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之后的晶片它会上在我们的其他一些类似说一些产品上面，那它会做一些测试。那席球就是为了跟那些基板去基板或是产品去做连接。对。那你在这个站点待多久？在这个站点待4年8个月。对。那你之前是在磨压站吧？对，磨压，然后之后才来印制直球站。我以前在磨压站，在前公司是磨压站的，那现在是在印制直球站。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当然是美光啊，钱多，然后事情多，然后钱多事情多哦。对，钱多事情多，看钱的，钱才是重点。好，钱才是重点。那我们谢谢他，他叫 Easton。还是你要好找新姐姐玩。